召开张信王身上的渔船，一台接一台自渔港出发，西海三连。渔港了后，把丰收的鱼仔放伫小卡车顶。这是新北市万里的亚柳地区单人元宵节的宗教盛事，新北镇港文化节。每年都在正月十五的时候，在我们野柳的保安宫前面的这一个广场来举行。那这可以说是传承百年的一个宗教的一个活动。要先取消一百人跳水仪式，是用出来代表跟新桥跳入海，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相传伫200年进前，一台帆船沉船，船顶的乘客全部罹难。居民反一尊开漳县王的形象，改放伫亚柳的保安宫。县王只是亲身来敬港保庇庄阿头的平安，护佑我们的国人平安享福、平安享福，祈求疫情赶快退散，也希望台湾能够平安。也透过这场传统的宗教盛事，打拼拼经济，后来参观的民众在安全防疫之下来敬海产，享受万里的美食、美景、美人汤，感受一个无同款的元宵节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